可以吗？可以吗？索隆的照片，下一次我们看，我们自己看，自己看，我们看就好吗？哇！这样子，好强哦！这女生还认得出你耶！哇塞，真爱是真爱，真爱真爱，真爱才是真爱，真爱。那个绿色的头发，哇！然后染了九个小时，哇！然后你现在染回来了，染回来花多久时间？染回来很快，两三个小时。那你下次出去玩还要染吗？蓝色？看看，对啊。那为什么要染绿色？没有，我就是。我也不是索隆的，对，你不是索隆，我不是索隆名，对，然后我就是想染一个特别的颜色，因为我这辈子我还没有染过头发，啊，对，第一次，然后我就想要挑战一个很不一样的状态，然后出去玩，有啊，对啊，你从一楼跑到十一楼就可以了，一楼，那老师，所以老师对你跑步的喘息声的频率是什么？没有啊，就很喘啊，就感觉很累啊。你可以喘息声的时候特别去跑一圈操场还是什么？哦，没有啊，就是尽量是以那个角色他喘息的声音。喘息声就是像一开始跑那个火场嘛，然后就会。就类似这种，对，然后到好厉害呀！哇，好厉害！那你在跑火场是不是要拿那个暖油在你脸上，这样感觉会更好？啊，不用，行进场。哎呦，你们真的是，没那么奇怪，太好哎，奇怪，我没有想进传奇生态，你其实也可以。吃东西啊，对啊，不要不要不要。